据省气象台预测，高温晴热天气将持续到下周四，届时副热带高压减弱，气温将会回落。另外，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下周末将影响我国近海。虽然苏迪罗的登陆地目前不确定性很大，但是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风雨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浙江台报道。